换发型呀，还是换发色呀？一点感觉没了，实在是呀，感觉可糟心了。别烫，我估计烫完以后90%的可能性是接受不了，接受不了。弄完以后的话，应该是我给弄完以后会特别好看，但是你自己的话。我的妈，剪这么短！我先看一下啊，剪短你会后悔不？天天洗都不好洗。你要是这么长的话，直接剪到那么短的话，你肯定会感觉到一下会感觉到别扭。你是怕我接受不了？对，我怕你接受不了。剪完以后你会感觉到自己显得脸大，就把脸遮住点。它不是遮的问题，脸大其实并不是说是头发把脸遮住了，它是一个对比。你比如说你头顶上蓬松起来了，就会显得脸小了；你后面宽了，就会显得脸小了。你现在的头发的话，其实这就叫什么后宽，就会显得前窄，所以说就会显得脸小。这头发又烫过呀！我之前啊，我留长了，然后去，然后那个啥，给我，我就跟你说他脑子有问题，他给我烫了。我说你烫了个摩根，就根上烫一点就行。他给我烫了个内扣，我当时就崩溃了。如果剪完不好看的话，那你就赔，别皮我就。我给你尽力吧，真的太难搞了。你这个头发的长短呢？我觉得就够短了吧。就够短了，你最短就能到这儿，就是我接受不了。到那儿的话太职业了，到这儿特别显得职业，就是那种女强人的感觉吧。就是我感觉就这到这儿的这个长度的话，而且像你这个头发的话比较偏硬嘛，偏粗硬，它而且是那种直粗粗的感觉，特别直的感觉。你如果想让它稍微偏柔美一点的话，你还得每天去做造型，太麻烦了。你要不然干脆就是短，要不然干脆就是长。太短了，就得到这儿了。对，剪太短了。太短了，那就只能是这个长度了。这个长度的话，那其实就是咱们染一下就行。不用烫是吧？不用，不建议烫。这个头发的话，如果你要是烫的话，弄完以后的感觉的话，其实不是你理想中那种样的。烫我是觉得还有一点点短。对，确实是过完年剪了一次，本来想着烫大波浪，后来想着快剪了算了。正常情况下，如果我给你剪完以后到这儿，剪完以后到这儿可以烫完以后更好。现在这情况这还没剪呢，你肯定要剪型嘛。你剪型的话，也许弄不好就到这儿了。到这儿的话就显得更短了，弄完以后显得这个人的话就感觉更倍儿圆圆的感觉。就染颜色吧。嗯，行。剪个啥头呀？就剪那个长的那个狼尾。你有照片没有？这个是，女士自于头。盘点那些理发，堪比整容场面。我留刘海不好看吧？脸小还是需要把脸型都打开的啊，露出来会更好一些。我的头发直又硬，这上面剪的蓬松的那种的，上面蓬松一些。你脸型都没有啥问题，你脸型的话，只要你喜欢的发型的话，你脸型都能驾驭了。唯一点，如果要是这个非要去挑的话，就是额头偏小，留个刘海的话会显得就是太小孩气了。不能留刘海是吧？不要留刘海。如果你想要变化大一些的话，我这个头发的话，我还得给你剪短。如果你要是想要还是按照这个中规中矩去做的话，这个是稍微的修剪一下。其实发型还可以的，你比如说如果你还想稍微追求一些偏个性一点点的感觉的话，咱们可以剪得跟之前的感觉再不一样一些。
白头发必须得有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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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你白头发没有关系、啊、还是这种样的发型的感觉、啊、因为没有刘海咱们不做减龄嘛，所以说的话不需要去做浅颜色、嗯、也不需要做颜色，就深色系的头发就挺好。其实染不染都无所谓、啊、对，主要是形状很重要。我把形状剪出来剪好以后的话，其实这头发我还是希望它是偏深色系的。你理想中当中的短头发，你最短能接受到哪？是你看到我的脸型，得，所以说我来让你设计嘛。设计的元素一定是你们自己的喜欢要大于这个适合。我们能看到的话，无非就这几个点：你的脸型、你的发质，这是能看到的。但是你最内心的，你按我的脸型给我设计。穿的这种衣服，这种样的感觉啊，还是有一些偏职业一点，偏女人一点。但是根本跟你这个性格，你要说你大大咧咧的，比较偏外向，根本你这种直观像，因为咱们是初次见面，第一次是看不出来的。懂的人一看这个头发就比较，哎，感觉特别棒。你们就这种样的女的，一般不会喜欢，就是不会太喜欢这种我剪的这种样的感觉。但是真的特别有技术含量，特别有美感。但是这种样的话就比较是属于大众的发型嘛。哦，就是。他一刀切剪刘海，但是不是剪这种样的刘海？我是剪两侧的刘海，稍微让他这个美啊更高级一点，更洒脱一些。那你就弄吧。啥？Though we gonna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。像公主切的话，你至少你得到这个地方，哎，来上一下会更好一些。你别太短了，就哎，也就这个长短就行，我感觉。就这个长短的话，那弄完以后就没啥变化。多少你肯定要有空间，你不放开空间的话，我就这个公主切你感觉怎么样？这公主切，反正我剪完以后我一直就这样的。我也觉得它反而是一般。哦，没啥太大的。我本来打算是往床摇摇套了。你这头发能开水烫一下？你想剪个啥样？剪短。多短？就来个超短一点。不是超短的，这种的。你看，我就想剪这样的。哎，这种清新小可爱的啊，好看不？这是他拍的，你感觉挺好看。不好看？这头型太……哎呀，是。那你说我剪个啥样？反正你就要剪短了。不要太短，又不要太短，稍微还是个性一点点更好，好打理一点的呀，好打理一点。盘点那些理发堪比整容场面，底下老打结儿，干吗？啊，就有点洗也费劲，梳也费劲，嗯，又黄，但是我不想烫，我想养养头发，不想烫。想养养头发，直烫、哦。你要是头发越长，显得头顶上越塌。嗯、你要是想要养一养头发、嗯，不想烫的话，我就彻彻底底的来它一个大一点的秃光。我剪短发不好看。谁说的？我说的，我剪好几次都不好看。那反正也不差这一次难看。大半年就想变一变，因为那个短头发已经留了好多年了、想要变一下啊、你变一下倒是太简单了、这个比较简单，这个不是什么太难的、但你说的那个发型的话、第一头发是不够的，嗯，头发是不够的，嗯，这就是最主要的问题了、就是头发不够啥也白搭。我就这边留的就实在没法闹了，我就这么扎起来了。像之前那种那么老气的，但是也不能太像你想象那个那么齐的、变不了就靠你了，你看你能不能减了。其实
我也是赶鸭子上架，我也是想要挑战一下我自己。确实头发挺糟糕啊、哦。第一特别干，第二吧，你这种样的发质就是比较偏沙的那种头发，它剪完以后就是偏炸炸的、嗯，所以说弄完以后还得需要把它做顺的。其实你五官还是特好的，唯一一点的就是这个额头比较偏大，所以说要把这个大奔头。对对对对，这个额头稍微遮盖一下，但是还不能全部遮盖住，这样遮盖住的话就显得脸就短了。随便发挥。谁？哦哦。